的感恩。现在一句呢，一个感谢的、感恩的拥抱来送给妈妈。哇，谢谢妈妈。好的，相信呢，未来的日子我们好回去一定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。谢谢您邀请我们妈妈，我爸爸请放心。好，那接下来邀请的今天的常温，都是看你的双手举起来。给爸爸妈妈一个深深的感谢的一鞠躬，谢谢爸爸妈妈从小到大的栽培，在往后的日子，他们即将要成立另外一个家庭，走向人生另外一个幸福的旅途。所以在这边，谢谢你们，请你们放心。好，那接下来邀请爸爸妈妈，请稍后先转身。好，接下来邀请现场的朋友们，再次用一个热烈的双手。接下来时间邀请新的朋友们，再次将你的目光移动到我们的幸福同伴。邀请新的朋友们，再次将你的目光移动到我们的幸福同伴处。接下来掌声一定要是最大的，接下来热情尖叫声一定要是最大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来正式的邀请我们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，各位老家正式的见面哦，再次用你热情的双手。全下秋喽，梦想所有的快乐，还有的一生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都对彼此不离不弃，相互依靠，相互扶持，直到白首。这次就是要为这些好各位嘉宾，我们请再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祝福他们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。好的，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幸福、非常美好的一个幸福的日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优生一举一居，为了感谢现场的嘉宾来到我们今天，莅临参加我们今天的贵宾喜宴，所以今天带来非常非常多特别的节目来送给现场的朋友。那当然呢，今天也有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大人物来到了现场。要带来几首歌唱的歌曲来送给现场的朋友。那接下来时间呢，邀请现场朋友们将您的目光移动到我的非常右手边。接下来呢，要来欢迎的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莅临到现场，送几首歌曲来送给现场的朋友。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板豆二人组，我们龚伟杰，我们的就是歌手来到现场，要来送给现场朋友。歌曲带来这首好听的祝福。
送给你们。